好地球唔那是一个口号，因所落实伫生活当中，因出草屯田局红利来举办这场环境卫生宣导的活动，希望大家作为动手来维护家己生活的环境，为个人来做起，然后带动整个社区。环保局那边做那个什么，那个在下扎根的那个工作，那最主要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要维护，生活品质。哦，提升生活的品质，提升那居家环境的卫生，哦，因为要确实要这样子做的话，才脏乱点才有办法去除。永历登基以来，正重视环境清洁的工作，都要成立环保队，定期做社区变扫的工作，嘛加强绿化美化。去年阁第一日来推动，肯免费粪扫袋啊，予大家来捡狗屎。即摆就着宣导活动，希望增加看侪里面对环保的共识。迄个有讲环保啊，吼，啊，迄个家己爱处理较好咧，安尼啦。我感觉这足有意义的啊，因为这对环保来讲吼，有个拢无了解啦。粪扫的分类已经做了进步足侪，但是咱的处理吼，必定还要再加强。咱做这个处理的时候，一定爱把迄汤给根掉，啊，才把剩的饭菜才给倒落。搁较唔好的就是讲啥，有诶真侪处理动作笨手，啊，增加我们的一些的燃料的一个支出。局方伫办公室表示，因将连续来举办环境卫生宣导的工作，欢迎大家做伙参与，共同为社区尽一份心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